你发现了吗？通常灾难片演到一半，幸存者躲了一阵子，感觉外边平静了，没事儿了。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人主张，说好像没事儿了吧？哎呦，我们大家不要再自己吓自己了，灾难已经过去了。然后一边说，一边张开双手就走出去了。哎，转着圈圈告诉大家，你们看，啥事儿没有了。话音未落，这时候大怪兽或者外星人，吭哧一下就给整走了。现在疫情大概就发展到这个阶段。我告诉你啊，还有最后这一天了，就谁别给我嘚瑟，谁要是让我害得我从头再来的话，我去。